听说你是金牌销售，哎，徐明而已。老房子了，后来上学就搬走了。哦，经典老宅，书香门第，感受传世人文气息。主要是不方便，离镇上几十公里，远离闹市，独享秘境，更懂不拘凡尘之心。哎呀，年久失修啊，好多地方都破了。后现代叙利亚破坏主义风，牛津岁月只献给有故事的人。这臭水沟可能得填起来。别，这可是私人水域，码头游艇绝美水景呀。那这棵树，苏式园林，造景数十载，尽显匠人之心。果然是金牌销售，你得请，你得请，你得请。居然还有安保系统，物理防盗，比科技更懂人心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这房子卖个3万块钱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格局小了，5万，每平方，美金。哦，聊，欢迎光临。我闺蜜刚毕业，我想给她买辆车。有品位，跟我来。别问落地价，因为情怀无价。不好意思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恭喜李总喜提，马上拉地。没有，记得给李总便宜点，上来拍照了。您看这款车怎么样？马上拉地，全车采用纯铁座，流水行驶，超大后排空间，360度无死角，全景天窗，50寸超大轮毂，超低油耗，每公里仅需2个馒头，真正做到清洁能源，系统灵敏，手动刹车。今天是我们0周年店庆，就剩这一台现车了。会不会不适合女孩子开啊？那我建议您选装一个镶钻方向盘，每一颗都是塑料材。精心打磨，如针包换，一套下来会不会很贵啊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工地价，一套下来不到100万。那是多少钱？把万字去掉。100啊，太贵了。50。妹妹，这个价格我们真做不了。你这样吧，我去给我们经理申请一下，你稍等一下。哎呦，妹妹，你今天运气真的是太好了。要不是我们经理今天他的孩子考上幼儿园，你这个价格绝对带不走。那今天提车吗？提。全款吗？全款，不到280块钱。欢迎下次光临。Nice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这里有一箱，是想出手是吧？嗯，来来来，给我看看。遗憾呐，这个屏跟人碰过杯吧？对啊，碰撞磨损超过1毫米的，基本很难卖出价。而且你看，还养过鱼，碰完杯子还养鱼，做人做的没格局，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那您看一下这瓶，这瓶还行啊。从瓶身的颜色与瓶内残渍的走向来看，应该是一口闷。好眼力，指纹大部分集中在瓶颈处，瓶口内壁有明显的螺旋纹，手法应该是龙吸水，很罕见的手法。这瓶价格应该可以估得比较高。那您再看看这瓶，这瓶的成色就很一般。昨晚桌上有女人，阿尼玛250号色，有品位。那最后这瓶呢？你看一下，这几瓶是最后喝的吧？机械辅助与人工咬合开瓶最大的区别啊，在于对瓶口的磨损。这是喝到最后牙齿咬不开了，用的开瓶器吧？高手啊，略懂一二。那您看我这一箱，这一套我给你出这个数，50啊！我入手的时候都是600块。没搞错吧？先少啊，600，不能再多了啊。那就600，下次喝的时候注意点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开个标间。抱歉，我们这边只有总统套房了。行吧，先看一下房。Mary， 有鬼先你开开门。这间房呢，是我卖的最好的一间房，平时节假日啊，根本订不到。装修呢，采用的是极简风，像这种绿色的书架，又刚好给整个房间增添了一些小活力。大地烟红，畜牧地板，中式一级床垫，不仅大气，而且非常的硬气。那浴室和洗手间，这就是设计师的高明之处。好的酒店是用来给人睡觉的，多一样设计都会破坏它的艺术性。而且我们的安防系统也是顶级的。采用是感情安装系统，这种房小偷根本不忍心进。行，那就这间房吧。有品位。那您一个人住真的太可惜了。哦，对了，您需要音乐助眠吗？哦，不，算了，我怕要么睡不着，要么醒不来。好的，这里怎么样，先生？还行，就是太吵了。那是我们的叫醒服务，是免费送的哦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欢迎下光临。快挂了！我想买块豆腐。求摇号了吗？摇了，上个月摇的，今天到我了。您之前没买过豆腐，这是手快豆腐是吧？对，之前都是借的别人的。您看看我们这边的豆腐，地花都是做的非常好的，而且啊，豆间距都在2厘米以上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更重要的是，阜新非常的方正。对，我就是看到这点之后才来的。旁边那家三角形的，我感觉怪怪的。有品位，他那个是豆腐渣。对了，您打算买多少瓶？大概这么大。方便问一下，您家里几口人吗？就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。那你买个小阜新就可以了。会不会太小了？这个是复式的。那还行。多少钱瓶啊？2块钱一平方厘米。这么贵啊？上个月才1块。价格了3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就剩这一块了。行，那赶紧给我包起来，我要了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样板斧。要不这样，您先交个1箱金，等豆腐一出来，我马上通知您。那你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呀。好的，您放心。欢迎下次光临。
老板，给我来瓶水。3块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是百岁山呢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品，产自玉泉山中的水中皇族万岁山。据说啊，配方都是早年间宫里传出来的御用。什么年代了，还万岁？搞封建迷信是吧？哎，老板，换一瓶吧，就那个绿色包装的就行。这个。荷宝还老带全是水，对，这就是啊，专门补老的水。喝水补老是吧？你不懂，每一瓶荷宝啊，都富含多种刀穿等稀有元素，这种元素啊，核电站都在用，不仅能够提高记忆力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最重要的是稀有，我这里可是独家代理。那我还是拿这个吧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这味道怎么怪怪的？给我试试。我操，傻逼！娘，欢迎光临。我今天去我女朋友家，想给她 daddy 送幅画。您看这幅《猛虎下山》怎么样？是唐代诗人胖虎的成名之作。为什么是下山呢？知识点，寓意着你向你岳父岳母承诺，永远不会带他们爬山。唐代的过期了吧？有没有近代的呀？嗯，你真的很不好糊弄哎。你看这幅来自网络著名画家快乐男孩所创造的《长坂坡救主图》。唉，虽然现在他已黑化，但是这幅画所表现出来的纯真与对美好家园的向往，无不让人感觉莫名其妙。我敢保证，未来的几十年，你的岳父都看不透你。XSWL 还有其他的吗？你看这幅《千里走单骑》，你看画上这个年代能有单车，那该是什么家庭条件？拥有这幅画的你，又该是什么家庭条件？而且商周能出这样的大作，实属罕见。这不是上周的吧？我看着像上周的呀。行家呀，刘文香，刘文香 ，Mary。上镇摊之宝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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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8匹马，大胆的配色，行云流水的画风，普通人至少要10分钟才能画出来。而且你看他们的表情多么的快乐。但是我感觉第一匹马在对我乐乐乐乐。这，但是他们很快乐呀。行，那给我包起来，有品位。欢迎下次光临。